我昨天刚打完一点音波，对，我好肿哦，不要拍我，再给我一个礼拜休息。如果效果不错的话，可能会定期去。我很诚实，好可惜啊。对，韩国学术之旅吧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这边有点，因为我昨天刚打完一点音波，今天好肿，不要拍我。也不是啊，你没讲没人发现啊，你一讲大家就看。没有，我就觉得今天大家看到我都很认真，就是在研究我的脸啊。你最近去做什么？我就没有，我就打音波一下下啦，就是再给我一个礼拜休息啊。休复期，因为我就刚下飞机。上次是花了多少钱？不太方便透露。对对对，就会定期去做一些。我就是想说这一次去看，体验看看韩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去那边住。如果效果不错的话，可能会定期去。对，嗯，我很诚实。啊，所以你觉得做完觉得可以吗？可以定期去吗？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很肿，长得有点怪怪的。前几天你是去韩国玩，但粉丝都说你瘦太多了，在韩国有没有多吃一点？然后吃哪些？有，胖两公斤，我现在41公斤，然后加第一件事就是先量体重。对，41公斤，我吃了那个酱蟹，韩国酱蟹，对，不能吃螃蟹，所以我有点过敏。对，这边还有这边，有没有问多会啊？推荐？哎，其实有，因为我最后一餐吃的昨天。就是跟他说，就有问他说有没有推荐，他就说推荐这间烧肉，然后我就拍给他说，哦对哟，他说他在那个济州岛的，他现在在济州岛度假，代言的那个气味素倩，对，现在怎么进度怎么样？哦，这个都是我们公司在处理的，我只知道我没拿到钱而已，所以我也还没拿到，对，现在你们两个都没拿到吗？对对对，三个人。